妮妮同学，这里是华英最神圣的地方，充满着神秘与危险，连劳斯安同学都不敢来。而我，你面前的这个男人，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，而你，是这里的女岛主。我看我比较像是被押到这里的犯人吧。也许他们想把你关进我的心里。啊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们习惯了。哎，去去去，没听见女岛主想跟我单独相处吗？快点，吃这么胖，用跳的。所以你很习惯带女生来这里？也不是啦，他们就只是帮我把你这样带过来到这个地方而已。而且你不要给我乱取什么绰号好不好？什么女岛主，你又没追我。我这样不算追你，那怎样才算追你？你有事吗？这种事情还问我？可以当女朋友吗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花也是有生命的啊？哦，你岛主一句话，使命必达。下流了吧！哎，看什么看啊你！你是爱的灌溉，懂不懂啊你？哦，你觉得 K 妮比较好还是 Nick 比较好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想要给这个地方取个新名字，从此之后不再有危险与神秘。这个地方只有爱。从此不再危险与神秘，只有爱。谈恋爱就算了，还敢动老师啊？这是我跟他的事，干你屁事？全校的事都是我的事，就算妈妈是家长会长也一样。别以为当个靠妈族就可以在我面前横着走。你说谁是靠妈族？哎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不要滑倒了啊！掉到水里面就不帅了。说什么你？老 K， 你忍着点，不要让他找机会弄你了。杨主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太冲动了。干嘛跟他道歉？老 K 啊，主任也不是故意要来找你麻烦，毕竟这里是你的地盘吗？爱情岛嘛，啊？哎，你看看你女朋友，又乖巧又懂事，你要多跟她学学，知不知道？毕竟人家跟了那么多干爹。总是在干爹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啊！说什么？老 K， 妮妮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受伤。你不要怪杨主任啊，其实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。你也不要这样说自己。没关系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我会替你讨回公道。谁叫你不当我女岛主？我会保护你。拜托，你不是家庭主妇吗？怎么连煎个蛋都不会？啊，老板你听我解释哦，不是每一个家庭主妇都会煎蛋啊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会
哦，我很聪明，所以我会努力学好，我很快就会上手了。拜托，你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，是当初看你一个女人要带小孩，不容易又很可怜。老板，你误会了啦，我不可怜，我不可怜。是是是，你不可怜，那谁来可怜可怜我？我啊，我可以可怜你啊，老板，加油哦。这是什么？假睫毛？学校可以戴假睫毛吗？嗯，你要我没收它吗？那你说谢谢主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听？谢谢主任。乖，乖。为什么可以带熊熊来学校？主任也没有每天把我的宝贝带来学校啊。我知道你一定又收。怎么不是高老师来收我们班？高老师被叫去十班收东西啊，根本就挖东挖跳。上一个带瑞士刀，说是修理眼镜，那你带水果刀怎么说？削水果啊，不然更期待啊。这个诸葛亮真他妈阴险，杀人不用浪自己的手。好啊，这下高老师成了他的替死鬼了。哎，把橡皮擦刻成骰子，是要干嘛？剧毒用，想吃可以吃啊。高老师，别刁急点呐。谁叫你们带违禁品？今天收到的，全部按校规办理，没收。本席宣布。本次奖惩委员会决议，这一次偷带违禁品的同学，全部大过一致。高老师，就麻烦你赶快把这个大过通知单寄给家长，啊，还要输入电脑啊。有没有临时动议啊？好，散会。身为特种部队的我，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。是不是你跟诸葛亮告状？有人跟他说你跑去跟诸葛亮讲话，然后老侯就被抓了，觉得好巧。你们休想从我身上取得任何的线索。扣他！挖深一点。喉咙清干净。别说了，我就算把肠子都吐出来，我也不会松口的。你们能奈我何？扒光他衣服，脱他内裤，抓他溜两圈。不，不，怎么可以出剑招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把他内裤脱了。完了，笼子要被打开了，大蟒蛇要进入到世人的眼光了。怎么在这？放开小欧！丢脸死！走开！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又不会痛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哦，原来是你妈，她还嚣张打菜阿姨，还保护你，妈宝啊！下次再堵你啊！走。记得。弟弟，他们为什么打你？你会不会痛？你有没有报告老师？妈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来学校干嘛？监视我。我想振作起来啊！我也想了解跟关心你现在的生活。要不是我来了，我更不知道你被欺负。我没有被欺负。妈，我要上课。弟弟。Thank you.
江老师，是鸡排，谢谢。再帮我拿一个给高老师，说我给他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美华说要帮你加菜，她为了关心自己的小孩来找学校的工作，真的很难得哎。是不是你上一次把他骂醒了？他这种人就是欠骂，这么大了还跟小孩子一样，都不懂得对自己的小孩负责任，一定是以前被老公宠坏了。我看你关心人的方式也挺特别的哦。高老师，脸臭臭的，便秘哈、欸，这里有一颗糖果啦，吃了之后心情改善，搞不好就好吧，好好排泄了。好笑，那还是吃一下糖果啦，因为糖果甜甜的，吃了心情会比较好。高老师，我想问你。小欧在学校被霸凌的事，您知道吗？我是正巧撞见的。他们那群人那样，应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看他这样被打，我作为一个妈妈的，我真的好心疼哦。小欧妈妈，真的很抱歉让你看到小欧被欺负的样子。我会找时间问话，想办法处理那些学生。这你不要担心。好，嗯，谢谢你哦，江老师。嗯，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没有注意到你在这里。吃个糖果，帮助消化，心情会好啊。好。吃饱了，帮我抽一下啊。你很懒哎。把你厕倒扫干净。哦。哎，老 K， 那你厕就麻烦你喽。超针对了，管他们就不管几点啊！哦，我起码六小时被罚，这么破机车，你破了我都尿了啦！哦。你们知道罚我们劳动服的是谁吗？高毅，这时候给我背叛你们！谁说的？我说的啦，在你们面前一套，在朱干荣面前狗腿，操！你看呐、啊，内裤都湿了，当初那么时尚，都没那么嚣张。哎、欸，我手痒了，你们嘞？我手也超痒的啦，我要整套转校。嗯，对，当初那么时尚，我就是这么高一啊。明天早自习前，找地方集。谁啊？哥，水瓶很脏哎，你现在干啥？